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啊，二十，我那时候二十几啦，要打架是不是啦？什么三十几？开心。你们知道我会通灵术吗？我先把你想要说的话写在里面。我现在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知不知道我里面写什么？你们一起成长，谢谢。我突然间想到，我好像人生出道的第一个奖是在香港的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拿到，然后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啊，二十，我那时候二十几啦，要打架是不是啦？什么三十几？开心。你们知道我会通灵术吗？这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白板，安排了。我希望你们看完这段表演之后，不要觉得这段表演比我其他的表演的歌曲还精彩。我们是没有作弊的哦。我来挑选一位，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。现在，你先不要说，我先把你想要说的话写在里面。等等先，我现在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大家仔细看啊，手机拿起来拍，这真的太可怕了。你知不知道我里面写什么？记忆都